哎呦，张张扬，多大脸，打个球还得让阿姨开三分射送咱俩，<笑>这是露天草棚，这一般没有的，就是。走，这是杨哥小时候的球场，你在打吧，你打完了之后我打电话叫我再见见。行，你看过张张扬打球吗？阿姨，没对看过，那下来看一会儿吧，看看去，走。 阿姨，张张扬，你别看他不是很高，但是他能扣篮呢。<笑>我特别想看。张张扬，你给阿姨扣一个吧。我有活动活动，热热身。阿姨从小到大都没有看到过他打篮球。没见，也看没见。<笑>你怎么回事？都不叫阿姨去看场球赛。从来没有，真是从小到大真是一次都没有。<笑>好有爱啊，这个画面。所以说他能扣篮可厉害了，阿姨。啊，是的。看他赔了一个。 真是很好，真是很好。别人紧张，别紧张。阿姨，你在这儿，他太紧张了。球都不会抛了。这个让吧，快点。加油！哇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妈真第一次看到。第一次看见，第一次看见，很激动啊。感觉赵阳很优秀，很优秀，很优秀。就是不光他，对，孙子把他看过，我们要请他家过，他来球。真是没。这是你的问题啊，一点没错。那么多年，我在家里就没球，没他，从家里拿走放着，在家里就没有见过，就是知道球场了。大姨跟球打的小小，他一来，就有的待我球啊，有我球啊，不让俺进了门。光买球，光换球啊，光换球就是。大哥，他不是多球啊？从小我就